180，长是210，210啊。对，那我们线比较粗一点。线がちょっと太い。然后这边有桌子，非常好，对不对？对，床两张，然后桌子，这种沙发。活动，你的那个洞口确认一下大小。阳温房我们要确定那个两个活动的洞，然后跟看它的哦 ，off-stop。然后图可以每天都看一下嘛，因为那天没有来开会。で、コンテをあのティーピンのティーさんに見てます。洞口接这边。我们这样看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然后在他的房间，因为他房间比较窄，只有两个人。那有一组定位是这样，上面的两边的对角，柱子这边两。在这边我们是有设计洞位，但是想说跟秦师傅确认一下这个位置够不够大。它这边会是个弧形啊。对，嗯，它这房间蛮窄，它没有活片，所以它就是开。这边坐一个人，对，这样。哦，哎，那个志伟啊，你还愿意站一下吗？是吧？那个坐在床上。对，站着就好了，来面对。应该是这样吧，对，面对的。对。然后这里是窗户，窗户。他现在想要开两个洞，在这边，看够不够，还是要开整座门？这个位置。杨恩是。我是杨恩，他是马登，跟这个一样的。嗯。好吧，洞口六米。洞口60宽。60，冲洞。冲洞。哦，这边从这里看的话是书架。嗯，那这个呢？还有一个是，多跟这个很关系。然后要拍点，他如果把这些人家搬走，这是活动的吗？就是他会开一个，总共开一个洞，他这里刚刚这个桌子怎么到这里？这个是空出来的，高度的80cm。你也围堆。你站着就。马灯是人家伸过去的，椅子，桌子是真的，墙窗，双靠在一起，他是坐在这边的啦，坐在这边的。不过你坐，这边有桌子，这边桌子会卡住哦，那脚不能伸进去吗？可以，脚是可以伸进去，就做一个洞在那，就做那种好一点的。对，这边是墙，对，是窗嘛嘞，这边是窗位，就反跳，好，他这边也会看一个洞，可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是光膜，还有一个是，就靠在那，不是，这是一个双洞，做光膜，还有那个窥探。这是阳人，然后机位在外面。他其实站坐的位置，你先看，你可以先离开。他不见得要这样子，他其实一只脚在这个杆子外面，一只拿着东西吃。对，那这样的话，我要借位，你要整个借位，对啊，等于要借过去一点，因为我给评价蛮不小。不，小姐姐的。对面洞位，那我放一下对面洞位确认一下哈。这边，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它这边有做一个火墙在外面，对，就是火墙。对，这个是床嘛，床后面是墙。墙在这里。墙是开的吗？墙，我们帮你开一个洞。对，做一个洞，就是做一个活动。那もしここでカメラ鳥居壁じゃなくて盗んで取れるんだったらできれば鳥居壁じゃなくてフラットの壁にしたい。就是如果是就是可以像刚刚这样子用偷的话，那边他希望不要是活动墙，就是像尽量他是希望是平坦的墙。嗯，对，他是希望不要有窗吧？
不要有这个窗，不要这个洞，不要这个洞，就是直接平的，就是切就好了，平的就好。flat 的魔洞墙，但是是做平的，不用。壁で、で flat。哦，こっち。所以不见得要洞墙吗？開口。我们现在是挖洞。后来有，那刚才都说一些什么？但现在希望是直接活动墙可以推就好了，是吗？对。今はじゃあ結論から言うと取り付け壁で窗を作って、我们现在是烛台了，就是床上这个凹槽而已。现在的设计是今のデザインはこういう感じで、こっちはね、这边呢是一个这样子的避开，我可以放蜡烛洞，所以它是合理的存在。那现在我们看秦师傅背后的这个墙是在这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修补会比较需要时间。你说整面墙的话，对，就我必须要开一个洞，然后它后面就是楼梯嘛，楼梯间。最后盘，最后盘。不管怎么样，最后你弄。もうそうしてくれればもう一番 OK。对，如果是可以放最后盘拍的话，就没问题。不管怎样，一定要等的。まあどうせますから。他是真的蛮实的，就是他说要拆下来就是很快的，他让你的位置，对，我只能用借位的，放就是的，借多，可以放就可以放，可以，机会，移動できる。因为你这个会比较变成要，我到时候再，应该是对你比较松一点的，对你比较轻一点。其实我觉得反跳 OK， 你反跳本来就是想就是反跳，反跳比较好看。所以它反它是从往这边看它的结构。基本上我就结构都不动它，但是我们自己在想办法对它。现在我反而一个问题就是窗户开在这里，窗户开在这里，这个是一个尴尬的位置，就是刚好是在看在一个中间的，ちょうど真ん中だからちょっと微妙だなと思って。那如果说整个窗户干脆就移到这个地方，它的会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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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以当初是以这个就是它床位跟桌子并没有一体之中，这样是桌子空间，但是英国也是在桌子上面没有放桌子，对，但是可以想象桌子在这边，这个我们主要是喜欢这个。OK， 那我做一个假设，就是说我们的桌子不见得是要这种书桌，那这个后面这个就那很大一点，可能是像这一个小的，就是他们。就假设是那个船上的那个酒桶的那个，不是那个桶的。船内の上に例えばそのなんか樽、コーヒー樽みたいな。就放在这边，它当桌子用，或者是这好像也比较吃东西，然后拍起来也比较有趣一点。撮ってる時にそっちの方が面白い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本当の机比较好看。伸展的那个洞，坐的很久应该可以。对，它现在还在那个了，就是它会变成这样子，就对，会变成 OK。但是不是一个方便的一个时代。でも逆にそれはまあその当時はそんなに便利な時代じゃないから、なんで本当の作りでは今のこういう。まあすごいまあ不便な感じ。也不见得要那个差不多高那个。我们现在酒桶在90公分。不是酒桶，那个什么木箱哦。刚刚不是说酒桶，就是船上的那种。是那个是酒桶吗？还是就是圆形的那一种货物的酒桶状的货物的？对。那我们现在找到大概90公分。90公分，一家那你设定那个桌子也超过90公分。桌子是75，一般我比较高一点。还好，就一个这样子，一个这样子。坐在床上，一个坐在，坐在或者这边是一个像木箱一样的一个小的，就像木箱给他坐在木箱，再把酒桶当成是他的桌子，木箱是他的椅子，然后这里就是他的那个。那杨恩走了以后，然后这个。
沙男没有要坐嘛？啊，沙男我坐到那里。啊，只有拿东西。哎，只有拿东西，所以他就是一个桶子在那边就好了，他就坐在床上这样，就不用那个木箱，那个木箱就有点像是杨恩的行李的那种概念。对，什么皮包包啊，这样么？啊，哦，荷物みたい。スーツケースみたい。嗯，这样这个空间感觉比较。で、そしたらこの空間は。まあ、もっと雰囲気が。面白いと思います。也比较。他也觉得蛮好玩。比较像那个。跟那个李威的，你刚刚英国领事馆，英国对，像那个比利时大使馆的雰囲気，这个气氛会比较对，比较不会那么突兀的感觉。いいと思います。すごくやっぱりここの空間は元なんか元々倉庫というか。对，因为就是物置。这个空间本来是仓库，就是堆放一些东西。作为使用的，临时使用。好。对啊，手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冲的位置就不用动。就不用动。窓の位置はそのままでキープ。嗯。ちょっとそれそのアイデア面白いんで、いろいろこっちもアイデア。那就是他觉得导演的想法很有趣，我们这边也会再根据这个方向再多想一些具体的政策。好。なんかベッド自体もちゃんとしたベッドじゃなくて。因为所谓的就是床，当时可能也不是真的床，我们会用这样子的方向再去想，比方说可能放一些木箱啊，然后叠起来作为床来使用也有可能。好，但是不要交往过正。あまりやりすぎない。いや、分かってる分かってる。ちゃんといろいろ考えて。了解了解。想一下。好 ，OK。好，换个位置。确认一下这个有手臂够不够做这个。可怜哦，我们外面有画那个白色的线，这个是腹地的位置。然后这边是三米上的。一个人在做。这边大概是有三米多长左右的宽度。现在一万人帮老板跳。导演那时候说大概从四米的高度啦。用妹打，然后啪啪啪啪啪。那因为它后面是三米。可以，够了，够了，够了。下面多高？离最下面。用。它下面都没有地方可以站。下面到还是有。一直到哪？高啊，走到它口口的那里，然后一直接上去。对，就这边是这边有道路，叫密集感。这边比较硬，如果说要放的话，这边可以。这边都是钢板的路，安全性上会比较好。高度が立ってるとこまでは。就是之后要盖成乐兰遮尘的地方，地上先画了线，然后之后会一一的搭建而成。但我们这个三角也不是那么的。
我们现在是三角最外面的位置。所以这边再会再往内走。对，这边会再往内走。我主要是要判断，我在这边要拍这里的话，到底我这边没办法架机器啊。如果正面，我毕竟人家去，这旁边也没办法，没办法架，就很危险的，这里危险。那请小车再往内走。走到十米，对，没他们还大概上地很小，然后那个来了箱子，他想要是360二楼的桥，360，他们2階の床の高さ，那是二楼的地板，楼地板高。OK， 是下，我是说下面这个地方。下面这边会有一群荷兰兵，大概50人。50人。对，50人。以冰田那一场来说，是50人。对，可能还要再宽一点。不是这么多。このぐらいまで行きたい。所以希望至少到这里。至少到那边。提供大家排一下50个，我们这边应该有吧？もう今全員いるから全員並ぼう。这里还是平台的意思吗？它会稍微往下一点，有一点斜坡。那这边是比较急的下去。对，是的。大大帽子不轻。你这边应该说这样子的话。可以再退多少？まあ要するにあとどのぐらいの場所で判断。これよりもっと行きたい。可以到最多最多还可以到。マックス知りたいです。ああわかりました。じゃあちょっとここですぐには多分答え出ない。那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给导演答案。我的意思说，到这边我还是觉得不太够。正直ここまで来ても足りないですよ。あまり足りない。如果可以再往后，大概可以到什么程度？逆にうちらがバックできるんだったらどこまで拉一点？那我们先拉一个导演觉得合理的，然后再确认一下会不会到达。そうね、それが欲しい。那我们先让开嘛，来让一下哦，要让他哦。好，这样。好，那我们先让开嘛，那就是刚刚讲的，对，然后二楼关系的。我们从这边看吗？过一下哦，这边要过来哦，过来哦，还可以。那我们的这个名字从这里到最外围，对对对，我们的名字从这里头开始，想麻烦来这里。点我给起，我怎么直接拉过来？我说最他忍的最只用可以站的部分的最。大家行动一下，让大家看一下50个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有空的往前靠。啊，不是，慢下走。拉住了，真的不要太快。OK， 来，我们集中中间这一区哦。那其实从这边开始就，其实从这边就开始在跟上面在讲话了，就是到后面都是有人这样子。游戏手举一下，侧面再拍，现在这样。就是他前面的这个，前面三关。好 ，OK 了，谢谢。游戏 OK。前面的那个平台到那个。你要再拉过去吗？这边变这边，那要是你的后面，你用慢点，小先锋一点，然后再来一次。然后用小先锋一点，再来这边。这边如果要踩地形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是高六，所以我们就是要先设计下来。动的那一种，就是没有板子，对吧？对啊。
那还好，我今天我就是 plan 不要叫他自己，对，别都是但重量太大了，不要慢慢加一架。当机器是一个，当个马背加一架，当个应该先加加个来，然后对啊，笔出伸出来而已。那像这个应该是直接在这边就好了。对啊，这是现在机器应该就是铺板，铺板子都 OK。好，脚架的铺板子都 OK。因为人是比机器还重。好，那我们最底档到这里了，就刚刚的那个点。是哇，过过嘛的。刚刚。今のどっから？最底就是退，多退这样子。对，差不多到花。好，那我们先量一下这样子。怎么上不来？大家这边量一下，量一下啊！我们量到这个线就好，这样是两米，所以等于是平均的多大两米出来。那我们先去问问看，因为这个跟建筑师好。那你如果说，如果那个硬的那个部分，你会到这边，他想要从这边算，这边再算，这个虚线算，再算一下。これから計算じゃなくて、这个我可以不动，我们天线より这个硬的这个钢构的这里可以不动，但是你做个标志，让虚线看到，大家知道，知道就好了。然后这个地方既然可以站人的话，然后机器过去，其实机器也是单机啦，它不是那个重机具，所以就是控制在这边，不用机器。この大きいラインより。1200か1300ぐらいかな。所以就是现在这个比这个黑线。このラインより今これだって。现在我们实际上的天线がこれだよ。虚线是这一条黑线嘛？是。そしたらここから。那从这边再退。1200で。1.2。好。好，这样。好好。好。OK。可以哈，这样可以。也塞了。審査も大丈夫です。で、ここまでが完全に立てる、機材設けるところがここまでっていう意味ですね。機器使用可以至少可以到这里。对对对。但是单机过来就是。まああのワンカメで大丈夫。あのクレーンとか来ない。啊。所以这个钢构的地方就不用动，不用动，还是保证这。铺板的ところはまあそ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这边的那个空地，对，拓宽。まあただ敷地をもうちょっと広げたい。啊，了解，わかりました。好，じゃあこれでちょっと検討しましょう。那我们就是会去跟建筑师讨论。好。可以。这个门是单边的，对，有用双边的，因为像像锅怀被丢进来，马上门被拉开，丢出去会比较好看。就后端它可以。そしたら一階二階これは扉だけにしよう。二楼二楼都可以。でここに。然后这边有住的，嗯，这个主管室，长官办公室，桌子会议桌，嗯，先放，对，差不多够了，阳台走廊这边看下去。那个包括那个的话，什么都多。他原本想说，希望可以再更窄一点。再更窄。他原本是这么想。你要到多窄？逆にどのぐらい狭くしたいですか？我是觉得还可以窄一点。他的中でもうちょっと気持ち的に。跟一楼一样，跟一楼一盖都那几个，做的一模一样。现在这个跟一楼一样，上下一样宽，一模210公分，应该数据两百一。对，那这么窄，我们修，我们昨天都用这个大概。那就是，反正他也是跟你确认说，如果这个五大部分这样子 OK 的话也 OK， 但是看你两米窄一点，那个没问题。两米里面的五大没有到。嗯，啊，もうちょっと寄せても。工作组的朋友是哦。是啊。
我们还在看那个。那个あんまり広い。太阳太阳了。对，因为他也是觉得说都是在比较窄的一个空间，有一个武打戏的话，感觉会比较帅气。那你那个窄的话会影响门的那个大小吗？あのその扉のあのサイズに影響するんですか？いやもう不会不会不会墙的厚度会比较深啊，这样子。现在是36跟变到56。不是大洞，我怀疑。对，窄一点的。有，我这都可能有点硬，但再一点点。现在是几米啊？米，现在已经是两米，两米了。これがあのね、两米，对，这样子两米，地上线两米。英国的那个英国的罗莎啊，そこと同じ。现在是跟那边是一样的啊，它那窄一点，差不多还在窄。で逆にどのぐらいもうちょっと寄せたいですか？もう10センチぐらい。也真的是一点点，各缩10公分，变成180，看一个180。だけどさ、就是很微妙的差距。再拉就好了。再拉再拉。这样是多少？180。这样好像比你的墙面还高呢，还宽。冲地上，冲地上，地上。哦。180多，那所以楼梯间也就是会比较小一点，窄窄的。三足的那个 OK 的是。好。OK， 好，这里等一下，那就这样。对，就是我们这边在讨论，因为担心这个东西敲这边来，然后掉去，就是往外丢跟掉楼梯上。哦，掉楼梯上面。なんかあの、コンデが通常その一歩を投げて階段の方に投げたんです。这个是栏杆的高度，这个栏杆好，不是栏杆。好，先放下好了。放下。嗯，这个楼梯，因为这边的隙是集中在这两个柱子之间。所以这边杀人丢下去的时候，怕摔到楼梯上。不过我们不能往，就是在走。它有个高度，所以它的阶梯还是会有个对对对，想说让它有可能让它再陡一点。もうちょっと急一些些到两阶。もうちょっと急になるほど减掉两阶。你丢了下去吧，放到两阶。或是也不够危险，因为你只是掉到楼梯上而已。其实没办法。就变成一阶踏面在更小，不行，会踏阶会变得非常的窄。我们是之前有尝试过，陡会变得狭くなる，差很多。对，因为这样子高度是已经也有一阶是在20公分高，对，一段的话20センチ，差很多。嗯，この二段。我看我们那个镜头。先沙发，然后正面拍。其实还好，你就推下去而已啊。这是上面的保护层，因为这边比较高，所以保护的话会再更高一点。还好，可以保护高一点，因为不会拍到，不会就是前面都是那个镜头是，后面没关。好大哦！你现在是有点留下来的，对，不是，它是隐藏小的。杀的一样，
まあ同じ。で、その前傾は多分そんなに大丈夫。まあ、フレームが。高度の老板。对。老板高。老板高。これ、これで。はバレないから。じゃあ、まんまで大丈夫。所以就 keep 保持原样。はい。那边本来就很贵。对啊，那个展柜。上面看阳台，看出来怎样？